小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爸爸吓到你啊！我在做功课。我知道考试要到了，那我跟你讲，如果这次考试你拿到100分，爸爸带你去美国迪士尼乐园 ，OK？ 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我马上做功课。OK， 好，好好读啊。好好好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考试考得怎么样啊？100分。真的可以去你死得难了哦，真的100分啊，真的吗？哇，华语20分，英文30分，数学30分，科学20分，加起来100分，你还要去迪士尼乐园？你讲100分吗？你没有讲一科100分，我加起来100分吗？爸爸，我回来了。考试考得怎么样？这次吓死你！你用你的眼睛看。当然是用我眼睛看啦，不然用你的眼睛看啦。哎呦，哇，不错不错不错啊，华文100分啊！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哇，华文100分啊，英文还是20分啊，数学还是30分啊，科学还是一样20分啊，你还跟我讲100分？你讲100分，我就考100分给你咯。哪里有爸爸妈妈只要考一科100分而已？当然是希望全部都100分嘛。你以后讲清楚。算是我的错啦。太难啦，现在可以去了吗？去去去，我给你气死了还去。考得怎么样？过来，给我看 result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华语99分，对不起。英文99分，对不起。数学99分，科学99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慧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99分对我来讲是100分。99分等于100分。对。这样可以去啦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耶！Hello， 哎，郑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这次把我家小辉教得这么好。其实我今天要打给你呢，是告诉你小辉在考试的时候偷看，被我们的 CCTV 看到了。知道了，知道。谢谢谢谢，爸爸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去了啊！郑老师打电话来说，你这次考试作弊偷看，我考99分哦，不要去了，等我考100分，我们才去了啊！好，你给我回来啊你！这一次一定可以每一科考100分，说肯过分了。